like this. That's really something. Almost enough to make you forget we're running for our lives up here. Not really the time for gawking. Sorry, I should get the door. Hang on, okay?天哪，这就是200年后的地球吗？哇！OK，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们其他人知道吗？哇 ！OK， 哇 ！Did you see that? Scary, but also kind of a stupid move on their part, don't you think? OK。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不过他听起来很不爽。我们得弄明白那是什么，然后阻止他。对，我虽然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不过他真的听起来不太高兴。Oh, come on, you don't need to understand it to get the point. Some kind of a threat. And if they're threatening us, it's a good bet we are starting to scare them a bit. Now, you ask me. We need to find out what that was and make sure it doesn't happen again.But at least we know we're getting somewhere. This is kind of exciting, isn't it? I've never seen this part of the ship before. 对，不过你刚刚有看到那个非常可怕的镭射光吗？我还以为要发生什么事了。然后那日本人还是没有出现。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非常挂念他。Oh no! They turned this one off too. You're going to have to find the other end and turn it back on. 啊，忘了传送装置吧，我们用走的。OK, 在这里等。Good luck. We'll stay right here and wait for you. 那、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不好的预感。呀，这里叫做武器实验室，对不对？真的，通往武器实验室。我敢打赌，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重置控制器电路。引爆。对。OK， 他们还没有发现我。OK， 真的假的？哇 ！Seriously， 我不是引爆了吗？OK， 冷静。他是不是躲在那个保护立场后面啊？这传送局，这不知道会把我传送到哪里去。这个也是一样。
OK， 那是什么声音？哦、oh!OK，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是从那个传送矩阵吗？有可能。Hello， 你打不到我。你缺少必要的科技技能。Come on， 真的假的？哦、oh.。天哪，这到底通往哪里啊 ？Oh my god！ 好。OK， 让我们先往这里走。Oh my god！ 啊！OK， 重置的话，它可以干什么 ？What？重置欸，我又没有说引爆。啊。喂，真的很讨厌。那我们试试看，这会通往哪里好了。哦，断电。嗯，好吧。那这个嘞，也是一样。OK， 我听到声音。啊、oh. OK， 那我们现在可以用了吗？不是，那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哇、哦、吓我一跳。
OK， 我们刚才是走这里。我听到声音了。Hello， どこ見てんのよ？真的恨透这些外星人了。我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的武器？OK， 他跑去哪里了？真的假的？OK， 再一次试试看我们的狙击步枪。理论上，这应该已经是我们好。好 ，miss， 小鬼之类。Oh my！ 啊！OK， 我到底要怎么干掉那家伙？他会不会太硬了一点啊？Oh my god! OK， 对，冷静。我需要，我需要，OK， 我到底需要什么？阿司匹林。对啊，这些。药物不知道可不可以累加，布洛芬、伤害抗性再加5，然后迷幻药运气加5 ，Psycho Jet。哦、oh. ，
啊我快要哭了。OK， 等一下，我记得我有冷冻手雷。Miss。嗷嗷嗷！啊！那只外星人真的是我遇过最讨厌的一只了。OK， 我的 FM file 有效。对，我在想他的那个隐形护场可能会让他们对能量武器提升抗性，不然他怎么可能会这么难杀啊？对啊，看来普通的子弹对他们稍微比较有效一点。不然就是我的 FN4 其实准头比我想的还要好很多。快跑！OK， 还有吗？天哪！我需要更多的生命值。来一点治疗针好了。我的生物凝胶好像已经快用完了。OK， 这家伙看起来非常想要进来参一卡，但是你就继续做梦吧。OK， 我有漏掉什么吗？OK， 这些还是断电的。来看一下，我们要关闭死光炮机组，然后进入外星飞船的舰桥。好计划，但问题是要怎么做？我猜我们应该是要先想办法把这些传送矩阵都重新供电吧。
刚刚那是什么？好吧。OK， 外星人囚徒录音记录24，让我们来听一下。对啊，真的假的？他们在拷问这只牛。OK， 对，不要质疑这些外星人，搞不好他们其实有能力跟牛沟通也不一定。哦，特斯拉装甲，哇 ！OK，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特斯拉装甲应该是最新一代整个 Fallout 世界里面最新型的动力装甲，所以它应该是防护最高的，防御47。哦，等一下，我的动力装甲好像已经快要坏掉了，难怪我最近一直三两下就被干掉了，因为我的防御减损的非常非常严重哎。如果我换特斯拉装甲。好，对齁，我必须先把它拿到工作台，把它改成合身的啊！天哪，这真的有点麻烦。啊，我不是很想要把它留在这里。Come on。特斯拉装甲，这已经是我在这个废土上能找到最好的装甲了。但是我要把它留在这里。OK， 把它放在桌上，一个比较我比较容易看到的地方。我绝对会为了你再回来这里的。然后这里还有战斗装甲。说真的，现在战斗装甲。OK， 27。还是没有比我们目前的动力装甲还要好。即便它已经这么破破烂烂了。OK， 它是。OK， 你知道吗？对，反正我都已经浪费弹药在它身上了，那就干脆一点解决它好了。Gatling laser!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这辈子大概再也离不开这个地方了。我没有办法离开这里，这到处都是。OK， 他在哪 ？Gatling laser， 他用电核弹。伤害23，他跟我们的 Vindicator 比，哦，略逊一筹。这个是伤害25，每秒射击次数20，所以总共484。那这个23跟20，473，最小散射度1，然后这个嘞。0.8？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理论上，雷射散射度应该比较小才对啊。嗯，对啊。怎么感觉这把武器没有我印象中的还要 OP？
不过这把武器的优点就是，至少它是用能量武器的技能，那我就不用费心在提升我们的大型枪械。对啊，这金属装甲 ，OK， 我不需要这个。哦，然后还有，OK。它跟我们的 laser rifle 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好？它是基础伤害 70， 散射度 0.2。OK， 单发比的话，这个威力比较高。不过说实在的，我一直不太喜欢这个武器的。OK， 等一下，怎么了？对，我一直不太喜欢这个武器，是因为我觉得它跟雷射比有点逊，视觉效果比较逊啊。对啊，你看它发射的这个，对啊，它喷出这团绿绿的东西就没有像这个 laser rifle 还要有威力的感觉。虽然那个电浆伤害的确是比较高啦，比起雷射来说的话，不过，对啊，你听，这个跟刚刚那个 plasma rifle， 哈哈，这真的弱非常非常多，我只能这样说。好吧，不过我们现在负重还是可以带着这把武器啦。对啊，我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放弃那个特斯拉护甲。OK， 我们现在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望甲板、活体实验室。What the fuck？ OK， 这个打开那个，哦 ，OK，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死亡之爪从那里冒出来，哈哈，哦，限界解除加农炮，这跟我手上拿有什么不一样？来看一下，哇！Oh my god， 他是哦，哦，对啊，他没有啊，我又要去那个 Gag 里面看一下，他也没有 Iron Side。不过如果第三人称是正常的 ，OK， 对，是正常的，那代表应该是 Mod 相容之间出了一点问题，这个我应该可以修得好。OK， 那既然我有这个了，我就不需要这个了。对，天哪！然后这个又 ……Oh no！哦，等一下，他是谁 ？Hello， 掠夺者。Oh my！
OK。对，你们玩得开心一点。OK， 现在是谁赢了，谁输了？哦天啊，他们是源源不断的在涌过来的。关掉。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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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增加外星科技专家能力，你的外星武器训练经验使你成为一名外星技术专家。真的假的？我感觉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只是站在这里发呆而已啊。OK， 够了。我说够了，听懂了没？大家都有份。什么呀 ？OK， 不要卡。等下，字。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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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OK， 为什么那家伙死而复生，然后被传送到这里来了？对啊，我记得我之前不是干掉过你了吗？对，字。我非常确定我在第十七集的时候看到你的尸体，还是第十八集？第十七集。总算平静下来了。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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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运作吗 ？OK， 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啊 ，OK， 好吧，这里真的有点大，不是很确定我们现在到底要从。从哪里开始继续我们的旅程？对，好吧，你知道吗？干脆在这里稍微暂停一下，我想趁机修好我的枪。